大家好，我是易川，今天带来的一款车呢，就是我们的复古帕雷特。性感的造型，复古的线条啊！不要问什么价，落地价，有轻无价，经典无价。可惜啊，没有电，一路从配件厂推过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推到工厂。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款新的哈雷台的复古车啊。很遗憾的是，已经没有电了，推死我了。离工厂还有接近2公里的路。这130几公斤的车子不知道推到什么时候。哎，没电没电，来来来，买瓶水。终于过来把车推走了，我操！这得推多久？这车坐三十。